现在是办公室的前边，这边是一个小，左边还是个小，天空是飞机。办公区域是2000左右 square feet， 进来是一个大厅，然后右手边两个办公室，前面还有一个办公室，办公室都有全都是临窗，已经做好了。前面还有一个三盖办公室，这个玻璃通向后边的那个 warehouse 大厅。两个卫生间，哎，这个是这个餐饮区域，地毯刚铺好的，左右两个卫生间，左边一个卫生间，右边一个卫生间，向前走的是这个仓储。这里边仓储区也有两个卫生间，上面都是有玻璃，一进到底，整个是56000的 square feet， 这就在办公室在这个区域，在前面这个区域，前面这边都是仓储位置，中间这边有三个，最底端还有一个，三个玻璃底端一个，这里。然后这里一个三个，前面是办公区域，开车3分钟直接上到机场，就高速对面就是一个机场，就是奥兰多的国际机场，非常近。比如说从园区到这里边到奥兰多机场大约就5分钟时间。21世纪房产经济，扫描加关注，了解更多奥兰多房产。